来看这个更加感心的新闻，彰化有一个查甫人体重超过100公斤，有严重的脂肪肝。因为为了要救因，治疗这个死刑官员含入昏迷老母，伊急速减肥，每一天的早顿只食馒头，中昼顿、暗顿干那食三月青菜，两礼拜尔32公斤，最后顺利捐伊的肝，让因老母得到重生。想到这个后生这么友好，这个做老母的嘛真感动。你第一次帮妈妈梳头发吗？头一遍替妈妈剃头毛，好不阿囝两个人拢哎呦的笑出来。断伊两礼拜，后生逐工拢甲妈妈的手牵条条。妈妈有后生管了一半的肝，即马总算会使出院。胡妈妈走出病房，两边的护士拢替这对勇敢的母阿囝拍抱啊。关关救妈妈的死神神，家己站落去，嘛让妈妈搁活倒转来。母阿囝两个人把衫掀开，开刀的伤痕搁真清楚。死神神原本是脂肪肝，不过一想到只要瘦12公斤，就使把妈妈救倒转来。馒头啊，配矿泉水，中昼是叫同事甲我买着青菜食呢，暗时有时有食。但是我感觉就是有信心就好啊。妈妈感动到一直流目屎，不过好佳哉，到尾也是圆满的结局。母仔两个人欢喜，揣家两个准备要出院。之前是讲瘦去的12公斤救到妈妈，不过即卖伊总算唔免阁减肥，伊就想要食牛排。